大家好，我是子彤，今天我会和我的妹妹一起玩。今天我会和我的妹妹一起玩这个极速领域。大家是不是看到我很型呢？嗯，是，我是很型。这个看看先，是活毒期间要做出一个爱情期间成为一个伴侣，情侣一起完成一个模式，情侣一起完成两个比赛，这样就可以拿到好东西了，可以扮 BB 喔。我只有想吃半方鱼丸蛤？我不知道你怎么做的。看看大家，我可以扮 BB，要钱的。嗯，对啊。我喜欢有个免费的。免费的。你给我。免费的。大家是不是好一点呢？这个青红火焰技火焰，我收两个。哎呀，我收到四头发。点三个头，我想收到点三个。我两个过头，我两个。哎呀，乜都冇。哦，啲先能量嚟。我喺个手度嘅，诶，点解你冇得抽嘅？我有得免费抽喎。哦，咁抽到，哎呀，可免费可以日日抽嘅咩？我以前可以喎。好啦，大家，我哋而家开始赛车。嗰个，先，我冇，有麦克嗰个嘅。好啦，跟住咧，初嘅开箱宝，本周要，本周开始12亿嘅次数。而家我哋配个房先啦，有几次个？因为我今日玩咗一次就唔得咯，都唔俾奖，都冇嘅。要请玩家啦，哎呀，我变成先红唔可以。救命！我个妹唔可以一齐，不过唔知道可唔可以一齐做对手咧？哎呀，呢个我未玩过，呢个就系新出嘅，大家仲可以拣地点添。呢个地点咁你玩唔玩过？又唔可以自己玩噶啦。好，我哋要玩极速滑车，我哋就配个房子先啦。我今日夜不夜好啦，哎，要请我个妹子，系啦，我个妹就叫小明。我都冇反应。我做靓嘢咩？喺度。好啦，大家我哋开始。我嚟噶。系啊。你又讲给小明按钮咧？同你一样动作。好啦，大家我哋而家就。开始啦，你准备好未？好啦，行啦，哥哥，
又咕咕咕咕咕咩啫？你好狗啊！我只系小五，佢就唔知啦。哎呀，好啦，我而家会教大家玩。哇！我呢度唔识玩我嘅啫，你点解要我啫？对。大家，我哋而家就玩极速领域。我系甜品店阿妹，我个妹就系我嘅对手。咩话？我个对手系你？吓？是吗？嗯？系咩？一个一人，一个冇分组嘅。哇！佢真系好犀利，佢就嚟储齐个套装啦。边个啊？个女仔咯。我隔篱嗰个啊。Go！ 我个网络好似唔太好，我仲差过你。吓？我话网络喎。系啊。唔好意思啊，大家，我成日都输嘅。其实首先嗰个框框咧系可以加速嘅，加速仲要好快咁样添。快过我而家，呵呵，好想熟，后悔得滞。其实控制呢边是最难的，点解呢？是因为控制嗰边咧难点一，佢系要你嘅冇人喺我前面嘅，点解？啲人就喺边啊，走晒咯。我喺你后面，我同人争咁位。我见到前面，见到佢哋，见到佢哋。如果好像我剛才這樣武裝牆是很少見的，不過我整個阿姆應該都沒裝牆。你現在玩了個聯盟，嗯，不是嗎？不是，通常都是我的聯盟，不是嗎？哇，我變了，哈哈哈，你剛才見到嗎？見到，我變了，哈哈哈，要超級彈跳的力量我才可以好像转到嗰个圈嘅，大家记住，拜拜，我走先。极速，我仲极紧啊！有啊，我见啦。哇，人哋咁快，真系少见咁快喎！哇，稀有嘅人添，佢稀有可以做得咁耐，只可以支持到咁耐，真系好稀有噶。嗯。嘟嘟嘟嘟嘟，系咪？系。嗰、那个连嗰个最高分都领唔到呢、這个人啦、啊！救命！真系好犀利！我哋而家打完一场啦，呢、這个就系极速领域，唔系极速领域一啦。呢、這个影片就到呢度，记得 like。中意订阅，我30级啦。嗯，记得 like 订阅呢个 channel， 我哋下部影片见，拜。